各位组长组长大家晚安。晚安。今天能请到各位非常高兴。那首先要特别感谢我们曾副会长，你做好起来讲到一下来。因为你没有你的指引，我不敢叫林佳慧参加。那也是大家在工作忙碌之余，这个放松的时刻，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餐会哦，大家能吃得很愉快。我想跨界料理嘛，真的。可以啊，可以做太小，这个什么爆炸鸡。啊，甘蔗要烧出，因为那个口味会越吃越大哎。那讲话不好意思，菜饭。好，快点，快点，快点，下场了。快点，快点，来讲讲，来配合一点。今年团友会已经进行到现在已经十一月底了，但是我们除了回娘家活动来北办以外，几乎四次的这个活动都已经办完，也很顺利。那感谢每一期的副会长、副总干事、组长的这个协助，我们每一次办几乎都很成功。到目前没有不成功的了，而且好像一次比一次多，这个是我们要的。那当然也不是都没有改进的地方，不多了，大家都很尽力了。那第四次是曾副会长，起先曾副会长很担心，但是办出来也是轰轰烈烈的。真正开会的时候，我们刚说弄假料不喝水，不但不会招呼啊，还要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后，我们就来记一下，就比较属于我们的天地，大家就可以比较进行。那以今年的状况看来都很好，但是我有几点，我提出来跟各位参考。第一次，我们每一次都。不管哪一组的座位都坐一个嘛，那我们有签名，那签名的背后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追踪。签完名以后，大家不知道这个委员他到底今年四次他来几次，他怎么第一次来以后后面三次都没有来？那是不是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一个签名的东西计划了？如果他只来第一次，后面三次没来，某某委员那叫顾不快啊？那种会觉得比较温馨，而且他就况且两个怎样我不来，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就是拿这个来用。那有的人从来都没来过，我们可以再三确认一下。你刚才这样，我现在像我们顾问呢，我是这样子，顾问那么多个，事实上你要叫他每一次都，除了陈天角、林宝亮、陈明哲、黄顾问。其他有几个，像黄县长，我就是他已经到海山那边去了，我一定跟他打电话。他是立了九斤粮嘛，你叫他从这边身体也不好，风尘仆仆再跑到这边来，机会不大。这我们就不要勉强。那像我们这个各将来，我们还是以我们目前的工作方式，将来还是以各区为主，以各区要去掌握。如果由朱董事这边来掌握，哇，每一个区有的根本都不熟。但是如果你各区的会长、副总是那以那一个区为主来做联络、来做拉拢，我们才会慢慢增加。像我们这次有几个第一次出现的，已经年底了才第一次出现。其实我们前几次都有跟他讲，他就没空，没关系，只要他来有一次有空来就好。不然说我交钱啊，我都唔去，听着好像是我们的错了。所以我想这个当然是小事情，但是可以给各位参考。将来就我也不希望说大家为了单位这个占用做得很精。那第二个像我们这个讲，对那个。
会吃饭，我们可以把它多放完。包括第二年的，我们要第二年的，我要甚至能够交接也是一样，都可以用。我想我们既然有那么完整的，当然可能会有剪接的问题啦，编排的问题，但是毕竟我们是有资料可以用。那确实我们也这些事情也都办过，哦，也不是造假，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平常就有储存，然后要用的时候就有，我们做起来就不会那么辛苦。总之啦，哦，还是很感谢各位。啊，请问嘞，陈会长，你哪对我好假，再跟他们说。那其他的会长，他们也可以推荐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去讲，他打开龙夹一边，大家开始像这样放无所谓啊，有各种。对，没有介绍就到这里的餐厅哈，谢谢会长，会长。有没有本来虽然够？哎呀，那一次哈，因为刚好到湖南去八天，刚好不在，所以没有参加。但是了解到那一天也非常的热闹。我想我刚好也是今年一月回来，我们会长也是今年才刚接，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一年的一个运作跟过去有很多的不一样，更多的好朋友更热络的来参与回到这一个大家庭上，在这边还是感谢大家过去对团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付出跟奉献，当然，最近团里面遭遇到一些问题，我想大家在报章媒体上大家有看到一些报道，但是我们各位好朋友还是对团的一本书中的一个付出在这边特别感谢，也特别感谢在座的好朋友，让团友会能够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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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用电风扇。哈哈哈哈哈哈！对啊，你看这样。来，成吗？成吗？成吗？会长，你介绍我县市的那个观鸟会典礼。啊，恁干部来宾哦，因为我麻烦每个分区就是出动部车啦，哦。啊，但是我们干部呢，想要去的都绝对可以去。所以现场咱一个一个问啦，先你有要去无？啊。很想去的，很想去，就去了，哎，就是直接决定了，应该去，礼拜一，二月六号，对呀，就是看到他那个节目内容，觉得很吸引。不错，因为他很用心，那个彰化团友会的会长是跟我们王总办是非常熟的，陈坤，他非常不错，很用心的。那个视频，还有个半月苗，哎。啊，高县高组长，六个地方。我看人如果够的话，就邀请。哎，直接冠军了。因为你想进的话，你就是有要跟会长报告一下。如果彰化起头了哦，那一天我在想啊，我们用推测啦，可能就会有一个。去推一个大家，下一次谁啊？或者是谁继续？对，谁继续？因为有人开头了，就是可能会想说，把它建立一个制度，就说，看多久一次或什么，大家对，大家互相可能会有这样。好，谢谢。妹，啊，所以哦，开会就不能讨论该讲的女士，啊，就是12月可以报，谢谢，谢谢。这个够多久？十二月十五号，我已经讲了。哇，所以你不要再吃了啦。我们嘛是要办啊，是卖办。哈哈哈！你咩？喝完啦。啊，今晚再办。接啊。过年耍安尼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大家在吃威耶。而且哦，时间都很紧凑，都酸中痛哦。然后那个吃威耶的人，有时候会那个把人给散掉。可是不是尾牙，是晚上喝春酒，春酒喝春酒。你讲我那个尾牙多肥。谢谢，不是啊。开始一下。所以，不是我多一朵玫瑰。回娘家哦，哎，在那个春节左右办，对吧？来，恭喜哦，他有喜事，就是他弄来了。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再会。哦，好，好。好。相处会发生。还好。
我会长、甲副会长、各副会长，其实阮这组长嘛有一个简单，会长、甲副会长，你安怎感觉袂歹？我昨天那么酸贵，你晓得？解释制作办是吧？八号也回两家嘞。八号是过年的时期，就是设计下过年。八号过年。八号过年。七号除夕。是。好，七号除夕。哦，你安尼好无？咱过年再来办啦。嗯。那个连新春团拜当真来办。对啦。啊，但是哦，那个募款可能要过年前就要先募款。因为呢，希望那边办的较好看咧，那我先了，你先了吗？轿车一台，轿车一台，人民募款。还用吗？要事先报名吧，啊，报名的时候有台要塞给他这样子。他、啊、报名，而且塞收费要吧？对啊，要啊，不是要收费？对，收费吧。不交钱啦，但是会员啊，不交钱，我先交一千啦。会费啦。因为会员。非会员。加倍加倍，可是要交一千嘛？年费呢？就是年费，就是年费一千。啊，你讲阿倍加倍有加高吗？因为会员，会员就是拢阿倍加倍，你交过钱才算加倍嘛。